要做什么？我最近比做啊。写了反正想你惊人的发现，这场你赢了。冰杖比金牙更美丽。记得我吗？我是布鲁坎的。
恶魔之种的力量足见非常。你休想拿到恶魔之种。玩得不错。party 就好耍诶。那好，我认输。冰杖比金牙更锐利。
没有听过。